起来，感觉有点。要不在那边洗澡？对呀，那边洗澡。你看，拍照，他那个有的拍照，葡萄是农会送的，那个拍照，梨子很好吃，我写不会，控制真的超好，那种水梨应该都蛮贵的，超好多，多差一倍的价钱，那个甜柿也是，我跟干妈合买一盒一箱500块，阿妈，八个，阿妈，阿妈，呀。我也要吃冰淇淋欸。阿公家是柠檬口味。哪有柠檬口味？我要吃香草口味。那你尝一碗。不要，我要吃花生口味，好吧？你下次要买给阿妈吃啊，哈，好吧？我要吃草莓的口味。好，我要吃花生口味啊！下次你妈妈买冰淇淋，我要吃冰淇淋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要吃。花生哦，哈，黄桃，好，不要这样跳。妈，安谷呀，哎呀，他是吴浩宇，他是吴浩宇呀，啊，你是谁？我是吴杰凯，你是吴杰凯呀，你是哥哥还是他是哥哥？我哥哥，他嘞？他是浩宇，他是弟弟呀，是啊。哦，他是我的弟弟。啊，他是你的弟弟哦，是吗？谁说的？妈妈说的。妈妈说的哦，是哦。他剪头发。啊，你有没剪头发？有。没有啊？有长啦，哪有剪？没有啊，哪有剪？还没剪啊。你这样玩就会流点汗嘞。他有没有好香？没有。没有，是吗？他还没洗澡。他没洗澡，所以没有好香呀。谁帮浩宇洗澡？妈妈。妈妈，爸爸会不会洗？会。真的呀，爸爸有没有帮你洗澡？有。有。你跟以后跟爸爸一起洗澡就好了。好啊。好不好？好啊。好啊。脏脏的。脏脏的，是啊。妈。脏脏的。没关系，洗澡再洗就好了。浩宇会讲话了。在做事哦。怎么浩宇会讲话了？在房间呢，打资料。哇，这头发长好快哦！头发很粗哦。安哥。没关系，不用啦，洗澡再洗就好啦。现在没关系。
翻来，我要翻给阿妈看呢、啊。不用，来洗澡洗干就好了。呀哈！呀哈！呀哈！啊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那个是阿妈的哦，哈，嗯，不行，给阿妈，给阿妈。帮帮，在上面吗？这个、哦，妈妈妈妈，下去。妈妈妈妈，哎，这边这个好了，姐啊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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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来就给他睡这边上，就是这边就没什么睡。尤其是睡觉还是放回去床上睡。他白天呢、啊？白天对啊，还是放回去床上睡，对，这边睡啊，床上啊。你要吵到弟弟啊、哦！弟弟睡觉也不可以吵弟弟啊！我要吵，他都很故意的，你就故意的。对啊，可是就在睡觉就故意会发出奇怪的声音。我哭哭、欸。为什么要哭哭？为什么要哭哭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要哭哭？我不要睡我的家。嗯？不要睡我的家。你不要睡你的家。要睡哪里？不要睡哪里？要睡哪里？你要睡阿妈家呀、啊？不然你站在上礼拜下来睡阿妈家也受不了。我会哭哭啊。你会哭哭啊？不哭那就不要。我要睡阿昼家。你要睡阿昼家？真的吗？我要睡阿婆家。你要睡阿婆家呀？好啊。阿婆家。好，你去睡阿婆家。阿婆。你不要乱来哦。乌节茶，你干嘛？阿妈喜欢这个。我不喜欢，阿妈太胖了，阿妈坐下去，妈就垮下去了。我想拿。对啊，阿妈太重了。阿妈。嗯，你自己做就好了，自己玩。那是这一眼睛。嗯。阿姨。还不这。阿姨啊。这个才是，这坦克是船。阿姨。他知道我在叫他吗？哎呀，家，哈哈，你家好呀，是不是？你家好呀，哈，你是小好呀，哈，你不要动到弟弟啦，是我的，不行，那姐姐嘛，你是哥哥嘛，那弟弟没有枕头怎么办？这是你的吗？这是不是弟弟的吗？那弟弟枕头在哪里？在房间是吗？这个不是他的、啊。不是，那是杰凯的。借弟弟睡一下嘛。弟弟的枕头在哪里？在宝宝房间是吗？哈、哦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借我睡一下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哈，浩云哈，臭哥哥哈，对不对？臭哥哥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他那边民宿。没差，都可以，有嗯，有的睡就好了。对啊，不然比较没人哈、哦，也没什么车。可是这样房间也比较打折，是吗？我也不知道有打折哎、欸，礼拜五。普通礼拜有的他礼拜五算非假日，有的算假日，不一定。啊，在这边。在这里。好。在这边啊，在这里啦、啊。嗯，那是谁的？那是我的。那是你的呀、啊。借浩宇睡一下啊。躺下呗。你不给妈拿起来哦。嗯。浩宇扣到头、哦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这个的啦。等一下再给他。你会用吗？你又不会用，你怎么用？电子。怎么用？好，然后呢？用电子。嗯，然后呢？放下去。你怎么画？你也不会画。你又抱不动，妈妈会抱，嗯，会自己抱，安哥，来，还你穿，会自己穿，你好，给我看，妈看你穿，你穿给妈看，怎么穿？裤子没有翻好啊，妈妈跟你讲了，翻好了，裤子穿啊，裤子翻好，你要翻过来啊，这样子，你没有翻好。没有啊，翻过来，颠倒了。这样子啊，你看浩宇在唱歌。不对，不对，阿妈帮你翻过来，要翻。你看，这样啊，这样翻过来呀、啊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来，啊、自己穿，自己穿。啊、我不会。你不是说你会穿？不会。好、啊，记得。我不会。你会做什么？什么都不会，穿裤子也不会做什么？你会做什么？嗯，你穿裤子都不会，你做什么？嗯，没礼貌，不可以这样，知道吗？你看哦，你看，浩宇翻过去，哇，加油，快点，别动到浩宇啦！你说浩宇加油。这饼，这饼，这饼，这饼。
浩宇加油，浩宇加油加油，你不是要翻过去吗？他的浩宇，你看浩宇，你看浩宇翻过身了，你跟浩宇加油，浩宇加油加油加油，快点啊！浩宇，浩宇加油加油加油！嗯，来来来。啊哒哒哒！干嘛累了？你也累吗？你今天本来说要去什么新上，我们今年去的什么新社庄园，后来没去。你今天是去哪？今天很烂的，没行程啊。没行程。就去。没有改去别的其他地方。本来说八。本来他昨之前排行程是八点起床要去新社庄园，结果他说什么今天住饭店那么高级，让我们睡晚一点，就四点半才出发，然后去四点半出发去，哦，去什么雅文工坊？哦，我都不想进去，在外面坐。出来吃饱饭，本来说还要去什么峨眉湖，我没去。你没去？他去什么什么苗栗一个，他们说现在哎。头份了，还是个什么私人景点呢、啊？三万平，一万平的私人花园，就我们都关起了，所以也没有进去，外面晃晃晃，就尿尿就回家，是烂。他没去新社的原因是去过还是？他说很多人说去过了，可是因为很多人想去，不晓得啊，他们的生活乱走。是哦。那也有去峨眉湖吗？没有，也没去。是那个新竹那个峨眉湖吗？对对对，那个什么大佛旁边那边。对对对对对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这是几台车去啊？来，全部员工去了三台，就是只有去两台，因为这两天日子很好，卖点多，就很多人去。他也在洗毛巾。真的吗？他在洗毛巾。呀，还有在吃毛巾呀？呀，这个不可以吃。这个不可以吃。那个不可以。那个不可以吃。害的人吃。你叫浩宇翻过去，快点啊！翻过去。叫浩宇加油。浩宇加油。他不想睡觉，就这样睡就对了。对对，他蛮喜欢侧睡。他这样睡也没有整个翻过来。我要拿球球。球球。那我的飞盘，这样睡自己就会睡着。对，想睡的时候自己这样翻。妈妈在听我的飞盘。浩宇在唱歌哎。自己手吹吹就睡着。对，浩宇在唱歌哦。对啊，浩宇想睡觉。他应该是想睡，对啊，他想自己睡就自己睡。一二。这里不能，我要去公园玩啊。一二三。我家进去了。他真的要睡觉了呢。对啊。眼睛在眯眯的，你看。哎，想睡觉了啊。给他睡一下，等一下再醒他。因为他可能睡也不会睡太久，半小时，一小时以内应该就会醒。自己也是一手手啊，还要睡觉，哈，他应该就是要睡觉，睡觉哈，睡一下好不好哈？你咪咪，睡觉哈，好不好？那真正睡觉是一二点了，就等下一餐，他等下九点要喝嘛，可能就比较能睡了。
啊，拿吉他。啊，你是右手啊，左手啊？不是这样弹吗？是这样弹吗？不是这样弹吗？是吧？是这样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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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往上爬，呀！你会唱？对。你唱给妈听。加油加油！你还自己在那边，你在拿过去放。哎，你干嘛啦？你干嘛啦？你是什么啦？不要啦！不要啦！收回去。不要啦！你看浩宇好厉害，你看，棒啊！浩宇好棒啊！你看浩宇好棒啊！你看，啊，浩宇好棒啊，棒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呀、yeah. ，小声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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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小声一点啦。哎呀，加油！耶、yeah. ！哎耶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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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小声一点，浩宇，呀，杰凯，小声一点，哪吵到人家？再小一点。浩宇好棒啊！浩宇好棒啊！哎，你看我们浩宇厉害，你看我们浩宇厉害，哎，浩宇唱歌哎，哈。你在弹钢琴啊？你弹钢琴教浩宇唱歌呀、啊？是不是？姐，嘿嘿，姐，嘿嘿嘿，你在笑还在哭啊？啊？Yeah.
不好意思。哥哥，哥哥爸爸。哎哎，哦哦哦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嗯，你抱不动啊，哥哥抱。哎哎哎哎！哎呦哎哎哎呀哎！起来啊！你抱不到呢哈！臭哥哥，臭哥哥，啊、哦！再拍一下，那是不是臭哥哥？我还要再一次。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还要再一次。你抱不动了。你看弟弟头比你大了啦，是不是？弟弟头也比你大。臭哥哥，嗯，哎，臭哥哥，臭哥哥，哥，你撞到他头了。阿哥。好啦好，弟弟玩累了，弟弟玩累了，走开，走开，弟弟玩累了。他玩不动了，你。嗯。嗯。干嘛？哎，不可以。走开，弟弟要睡觉，不要吵。要睡觉，要吵弟弟了。臭哥哥，臭哥哥，臭哥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那个伞坏掉了，你很奇怪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阿妈要回家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吃手手，你看看，好，还有吃隔壁呀，还有吃隔壁，吃隔壁，什么叫吃隔壁？隔壁，什么是隔壁？吃的，吃手手，还有吃隔壁呀，还有你们吃隔壁，你们吃隔壁，我忘了，他不会讲话，他不会讲话。Thank you.
阿姨在讲。介意吧？如果说那个快到期的 S 号，他不介意啊。对啊，刚刚说那个消耗品，只是快到还没到期也是可以用，不要浪费。不要什么？盖子给我，还有一点点嘞。没有，你的毛巾垫在地上，捡起来。地上啊。那不是。红干部，不要靠近啊。
送给你。